今天是2021年3月2日，我们来到香蜜公园，这是香蜜公园的大门正门，好喜庆，两边灯笼，哇，好有过节的味道。香蜜公园是深圳市福田区的一个市政公园，2017年才开门营业。香蜜湖、南宁红利路公园占地也还是蛮大的，42.4万平方米，相当于59.4个足球场那么大。很多植物里面，树、花，还是蛮好的一个休闲中心。这里是绿道。也可以跑步，桂花，今天来看花的人非常多，月季花、玫瑰花，各种各样的花都有，非常的这个有春天的气息。因为这个公园，香蜜公园原名叫农科公园，所以它的植物种类和花卉真的是非常丰富。很漂亮，这个是人工湖，对面是香蜜湖附近的住宅写字楼。园中的乔木约80种，灌木约60种，非常丰富。现在正面看到那个地标，就是平安金融中心那个最高的建筑。像这种就着地势造的草坪非常的休闲，平时节假日带家人出来玩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。